近日被传分手的目光情侣斯图尔特与帕丁森频频公开亲密亮相，男友更是透露已经原谅了斯图尔特的偷腥，然而认为两人已经成功复合。不过外媒的一组照片却又透露端倪，斯图尔特被怀疑再度偷腥。当天斯图尔特一身黑色秋天服站在路边等人，没过多久便低头向路边的汽车张望，看上去小心翼翼，而汽车座驾上的人疑似又是导演山德斯。之后两人一同驾驶汽车离开，随后有细心的网友扒出了山德斯的座驾就是照片中的同款。恰巧的是同一天帕丁森刚刚乘飞机离开纽约，对此网友们频频吐槽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调虎离山之计？吸血鬼咋就不知醒悟嘞，都快成绿帽子专业户了。好吧，剧情分分合合狗血至此，不禁令人期待今后是否还会有高潮呢？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算意英剧尽在优酷。